难的。你今天点了高级的外卖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又有串儿？等等下去，你把这个碰倒了，待会儿下去。吃饭你不要上我的头发已经肉眼可见的一天比一天长了。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角度好像你们看不见。我忘记摘牙套了，等我一下。什么？光打得有点强了。有薯条。什么？吃的太少了，还行吧，也不少。好饿，好饿！我刮胡子了，刚刮了。对，是牛排。哎呀！记错了，啊，这些主子们很激动，看到了牛肉，去，不是给你吃的。
没有怎么催我，我是原本要加班，然后突然不忙了，所以并不是被迫营业。对啊，我没换衣服，我是直播才穿的这件，不然我会穿一件非常非常丑的衣服。前两天没在家办公，今天是在家。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小朋友。没事，今天我手机离得近，我都能看清你们发的什么，还有你的名字。谢谢芝然的可乐。新生报道，深海橘猫。看我吃的啥？我在吃牛排、薯条。南北，没关系。今天我们吃完饭，还可以再吃点水果，是不是？来个正儿八经的吃播。我又看到那个辣舞起司君了，那么多小齐的粉丝吗？还有个叫真红，是我哥的。
去观潮，炸鸡桶，不错不错。如何让涛爸注意到我？我早都注意到你了，可以换名字了。戴俊周泽什么东西？齐泰泽和周俊伟吗？什么？有人说我没洗头？三三喜欢 BJT，BJT 是谁？涛爸，你康康我。涛涛是最可又啦。小叶子 seven，不要再让我讲高数啦！我好不容易摆脱高数，又要让我讲。其实我也不喜欢学数学，一些青豆型，谢谢暖然的 Z，谢谢心动化成雨，谢谢一世不弃。不讲啊，让我讲数学的，我不讲。有你们这些人，让我讲题的，你要么赶紧自己好好自习去，要么别刷直播。说你们里面有小学生，有初中生，有高中生，有大学生，怎么讲？你说说怎么讲？那天我讲一个生物，就把一半的人给吓跑了。宝贝，今儿个带脑子的吗？你又来了。木林生。快点啊！我们今天纯吃播和自习室，拒绝连麦。你们好好学习。吃火锅啊！我不敢吃火锅，太辣了。我就不连麦，我今儿我就立个 flag，就不连麦今天。好吧，大帅哥，看到还有那个 B612，每天都有你。不连麦，我们是自习室，自习室禁止讨论的。谢谢 Princess。
小诺杂，母山，鬼神的仓库。八旗，可能我们这个是自习室开几天会开不下去，然后我们开成了一个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大金链子，谢谢。陶陶是这个。我们弄一个叫什么增重训练营，保证大家都能满载而归。呀，那个简甜甜又来了。王春玉帅。紫九姑是什么东西？绡短情长，爱喵咪的钢哦，爱喵咪的钢铁啊！我好像前两天一直看成爱猫咪。谢谢芝然。谢谢选酒专业捞鱼。谢谢陆十一掏把干。妈呀！果然我还是最能注意这种名字。谢谢张小肉。羊肉串，比昨天那个良心多了。那个什么小鱿鱼，不够塞牙缝的。好腻啊！吃了一块肥的，原来我还能吃点肥肉，现在一点都吃不了，尤其是羊肉。木林生，谢谢你的锦鲤。涛爸是爸爸。猪年北，小松可耐，霁月，金泰平的考拉，我看到你了，妈，别刷了，别刷了，退下吧，哎。
哎呀，笑死我了。总有刁民来捣乱。前川里佳，这是什么名字？日本名字吗？哎呀，金泰平的考拉你怎么还在？你赶紧去，赶紧去看孩子吧。我刮胡子了，我刚刮的胡子。哎呀妈！笑出了鱼尾纹是吗？我真的，我10岁就长抬头纹，15岁就长鱼尾纹，少年老成。是涛爸的女儿星乐呀，暮光之城。谢谢豆沙包来一口。谢谢陶陶是最客。北回归线23度26分。你觉得我买锅了吗？我这两天都在吃外卖，因为这两天上班比较忙，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饭了。林顺，谢谢谢谢清澈。咦，那个木，网易木的小粉丝吗？终于被涛爸康的抓，鲫鱼，金泰平的考拉你怎么又来了？真的是太愁人了。涛爸大帅。不买锅了我以后点外卖。奶茶白白嘞，看来这是一位想要减肥的同学。减肥的同学，你看什么吃播呀？
看了才有动力减。那好吧，那我吃的就更加的心安理得。豆沙包，来一口，谢谢。这纳西菌，栀子停啊。那什么死亡芭蕾，你看到吗？就是发现这个大家看完直播，该学习的学习，该做题的做题是吧？还可以练练舞的练舞。我在聊事儿。小松和可奈，你是高晓松的粉丝吗？不问。唐九洲送出炸鸡桶。只要是文涛，我都磕。七七七小可爱，情比地长。还有人不知道我在吃啥？那你来晚喽。今天也渴。秦霄贤的玛莎拉蒂。秦霄贤是谁啊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Teen Light。好霸帅。少吃外卖，那我吃啥？今天也渴。名侦探厂牌，什么意思？感觉你们的好多用语我都得去百度，要不然看不懂。哦，德云社的呀，火柴头棒棒的，北纬以北。我是戴美瞳的吗？那你这眼睛看到我戴美瞳了？活在评论的女人，好，我让你活在大家的耳朵里。好吧，最长2米。周俊伟，看看我吧。周俊伟没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祖安公主蒲熠星，为什么叫祖安公主呀？
周奇堂。你想吃啥？我都吃完了。刘小妹呀、啊，因为她是喷子，所以喷子和祖安有什么关系？走开！简称喷喷。哇，谢谢简甜甜一甜甜的，真的爱你。哎，别踩我电脑！起开！哎呀！太羞耻了。哎呀，你哪有个番茄酱？茶戒不戒？别戒了。苏琪，谢谢爱喵咪的钢铁。你叫什么？打南边来了个啥涛爸今天直播了吗？直播了。你换完名字了，但我没看清楚你是什么名字。露露，你能不能下去？谁今天生日啊？生日快乐！
杭九州老婆也来了。薯条，你又不吃，起来，别等着。庄花夫人，谢谢。轩大雨。有点歪。好吧，太帅了。说的都不好意思了，闹闹不吃宵夜。想看猫，猫就在这儿。嗯，怎么了？他们在看你。晚渡银河，白素素。郭文涛有点东西啊。哎呀，有点饱了呢。谢谢山河与糖水的表白，真的爱你。谢谢，我爱郎老师。哎，让我擦嘴，不好意思，不拘小节。刚刚有一个人的 ID 是一串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你不能因为你不会读我的 ID 就不翻我的牌。”那我翻一下你。谢谢小屋。汤汤什么时候长毛？它不是不长毛，因为它的毛是被剃掉了，就等它猫癣那个地方长好了，就慢慢会长出来。周俊伟心动计划，今天涛爸看到我了吗？轩大雨，谢谢。谢谢777小可爱，谢谢梦里贪欢客。谢谢四合，
对，涛涛是得喝，得凉牙。我上班要穿衬衫的，就按理来说应该穿正装，但是，要求没有那么严格。我一般比较喜欢穿的随意一点，就是带领的衬衫，然后裤子就稍微商务休闲一点。反正只要不穿什么运动裤啊，牛仔裤就好。我爱狼老师。谢谢，郭头子，百香果超人。衣服有链接吗？可以去看，哎，对，看我的一期 vlog，实体店买的。有个叫 JIIN 的说你不翻我就不漂亮，谢谢魏无羡的。线送我的钻戒，王毅念个羊，什么东西？截图，北纬之纬，哇，吃完了，好饱啊！谢谢，是蜜宝鸭，一生喜爱。再不翻我，我走了。我看不清你的名字，涛涛。谢谢九鱼，等一下干嘛呀？等一下，我先消化一会儿，然后接着吃。霸神爷，再不翻你就没电了，您的小女儿。有个叫小想拔普普的头发的人说：“我只要在看到你，你就会在9点之前写完作业。”还有12分钟，你加油。腿最长的涛吧。梦里贪欢客。甄家屯儿，
看到你，你今天什么王者上铂金？我看到你了。哎呀，这个架子有点晃。山竹今天跑路了吗？酸奶今天吃饼干了吗？谢谢。哎呀，我有好几天没有喝肥宅快乐水了。百香果超人，做题，快做，任敬晨。为什么有的人？一出现的时候是金色的，Lakita，有钱任性。我没杯子吗？对对对，我原本有一个保温杯，然后过年回家就落到家里了，只能用这个。看到我就写数学作业，小马爱吃糖，应该写数学作业去。王二姐，谢谢。9点我就走了。谢谢拉皮塔。叫 MT，晨晚吟诗。什么打光打得过分了吗？这样给你讲鬼故事。告诉你我吃的是什么牌子。涛涛今天依旧可爱，晃瞎了，我的天！北风高，
你说。听话。百香果超人，沈腾好帅又来了。你们今天还考试啊？有人说什么考试的时候，脑子里冒的都是昨天唱的歌，那不给你们唱。抄什么作业？说我抄作业，抄什么作业？斜风细雨，不须归吗？关涛唯一的女儿，普刺克，MDZZ，我叫 MT。谢谢九鱼的仙女棒。谢谢陆秦州吗？谢谢 Lucky 他的大金链子。没事，捏捏小肚子。是微微也。普一星的作业，什么东西？妈呀，王一木要 PK！连个线。Hello，Hello，好久不见，我你这操，是你在家里？睡衣里面穿了个 T 恤，因为感觉你比我还会穿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直接穿睡衣太不雅了。我这里我在广东比较暖和一点，你在北京在吗？广州？对啊，啊，你是广东人吗？是啊，我这里20多度。20多度，你为什么还要穿两件？我这边虽然家里也是20多度，暖你是气广东吗？哪里的？我现在在广州和中山这边。那边疫情怎么样？还挺安全的，就是最近好像已经10天左右没有出现新的了，然后偶尔我就会带狗下去。你们那边呢？你现在在北京还是在青海？对，我在北京，我们已经上班了。哇，那你平常要去公司还是远程？就是时不时需要去一下公司，然后不忙的话就在家就好。那还行，不然还真的蛮辛苦的，日照也不安全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学也不知道。感觉得1个月之后了，这个月估计开不了学，等着偷偷跑回学校。你现在也开始直播了是吧？还是你一对直都在直呀，播？我也是，哈哈哈，这2天开始，今天应该是第3天。
说你也在上自习是吗？就是你也是那种佛系直播，划水对，派直播。啊，我刚刚跟他们说我今天不连，结果忘了，已经有人开始说我打脸了。哎，那刚才好像所我以这我个。们啊是吗？我这边还好，你怎么卡了？他怎么卡了？还是我卡了？这就卡了，这就，哎呀，谢谢九鱼，不是，是他连线的我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不连，我这岂不是很没有礼貌？对吧？这不算那个打脸，谢谢是微微也。什么？你还记得什么东西？啊，又来了。你是干，就是用猫的，好你像很是用的差，诺基亚吗？哈哈哈哈，应该是啊，对，哎，为没什错，么镜头抖比音较小酷。助手提醒我严禁什么低俗 PK 行为？是我们低涉及俗到什么 PK，低俗的？哈哈哈哈啊，吓我一跳，我没有很低俗吧？我没说什么，要被禁了，待会儿把我封号了怎么办？哈哈，太可怕了。哎，可以，等一下，里面我们 PK 输的人怎么办？你说你这么主动的连过来了，是不是你得想个惩罚措施？不如在微博上发一条微博好了，发条你什么微博像呢？抽别的平台，你不怕被封号吗？啊哈哈。突然，哦，不要慌。跟我没关系啊，他说的，跟我没关系，别封我的。刚刚我看到你这边粉丝都爬过来了，有点过分。什去给么？涛涛送礼物，因为就是有 ID 名是文涛，刚才有你的什么然后爬过来，防什么易木怎么地？原来你继续在直爬播墙。啊！我刚刚有好几个你的小粉丝在我这儿说话。他们说，你知道4月20号是什么吗？4月20号是啥？他们说，你知道，让我问你，你知道4月20日是什么日子吗？4月20日，不知啊，道。他们不知道，啊，没办法，他说你的嘴是骗人鬼，不是我葡萄的说了生不连日，麦，结果你都连过来了，那我也不能不给你面子。哈哈哈。啊，原来是我们输的人，你觉得做什么比较好？能把你里面那件 T 恤脱掉吗？我真的是，看着好奇怪。就输掉之后哎呀，脱掉只穿这个是吗？你不会是，你被可抖以音封从号镜头吗？外面去脱好吗？啊，可以。不然待会儿真的封。是的，哦，对，我还他们没有就介绍这个小哥哥，这个小哥哥是那个参加了自强大脑，对，然后成绩特别好，是南大的吧？你是南大的吧？对我和大的，哦，我说他们刚刚，对，你是那个普吉星的校，你认识他吗？你又卡了，大哥，真是愁死我了。你把你那个诺基亚修好了再来，再见。
你说这个广州吧，好歹也是个一线城市，怎么网那么卡？我其实用的是流量，我不敢用 WiFi，感觉家里面 WiFi 贼卡。用的流量，好吧，OK，有钱人。我也介绍一下涛涛。文涛，我跟文涛是之前是在搜狐活动上认识的，然后他之前是在那个，我不知道是在一站到底上面是 CP，我记得那时候还蛮火的，我有看你们两哎，个，你是也去了是吧？一站到底。还没有后面去吧，最近好哦。像也没有什么时间。然后后来文涛现在应该是在那个明星大侦探那边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你们几个人，还有葡萄，还有那个，王春玉，春玉在那边，别刷了，《明星大侦探》是的，快去看《明星大侦探》。我最近真的什么综艺都没有看，但是确实有在看《明星大侦探》，平常也特别喜欢去玩那个密室之类的。你平常在线下会去玩密室吗？剧本之类的我其实很少，因为很少。我们密室逃脱玩的不太好。我看那个，没有怎么感觉你玩的不太好，只是感觉你貌似运气不太好，掷骰子掷的很我就惨。是玩的比较少吧，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套路是什么。没事，慢慢来就好，可以多试试，有机会可以一块玩。但他们刚才说好赢的呀，人要唱歌，输的人脱衣服，我去脱衣服了，你记得唱歌你不要理他们，还是应一下粉丝的要求吧。我脱衣服好，真的不会被。一会儿，啊，不行，这个歌，这个唱多了就就没吸引力了没有吗？神秘感，那你可以每天都物唱理不性同的的。歌，就，你就啊，给点面子，因为我就会唱那么几首歌。可以了，我是即将要被抖音封号的人回来了，赶紧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好的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，我给大家一个偷看王一木锁骨的机会。赶紧捂住！等一下要被那个《明星大战》是个恋爱节目，为什么？你解释一下这个好吧？我没怎么看看微博，还有超话里边的，就为上什了《明么？星大侦探》一般就那个，能上《明星大侦探》的都没有单身的。那早点，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脱离单身这件事情。哈哈，你平常一般都是晚上播吗？白天是不是还要上班？对呀。哦哟，那是还蛮惨的。哦，他们说是因为你们都是 CP，唐九洲是单身，九洲是的。唐九洲啊，王春玉的他们 CP 都是已谁？经王春玉怎么都有 CP 了？我不知道哎，怎么了你？哈哈，高兴吗？我看到我下面那个那些评论，6个人3对 CP，所以介绍你跟葡萄是 CP，九州和明明，那王春玉和谁是 CP？另一个人是谁？什么东西啊？好高级，父母爱情哎呀，难分。这种问题月我就照不回九答州，了。他们冬其实去网春太来。卡了，你要不要去？为啥你的网？没有，我已经答应大家今天是自习趴，所以我就不多多连线了。那个，等改 天可我们以，再没跟问你题。聊，好吧？好，我这拜拜。边也是，拜拜。小心被封号哦，谨言慎行。怎么样？说。
说2分钟，打发走就打发走。再跟大家聊一会儿，我就撤了。今天你们自习的怎么样？谁在直播？涛妹多吃点哦，你这名字我不喜欢。天九，英语好。9点，你们都在 Q 9点是什么梗？哦，是到了深夜水果时间。谢谢 Lakita 的大金链子，还挺衬我啊。这个我可能需要一个刀。带我去找一个工具。猫猫一闪而过。这个柚子怎么长得这么奇怪？你看。
不胖我胖谁？妈呀，我感觉这个柚子买的不太好，有点干。谁比我头大？哎呀，这个柚子不好吃，完了，馋不到你们了。我爱郎老师送我一个晚安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干啊？气死我！啊，你说柚子比我头大是吧？但是不好吃。谢谢小暖情长。真的，还很酸。后悔了，后悔了，后悔了。不是好多人都拍那个吗？我也拍一个，怎么就抄作业了？我没抄他了。怎么跟个网警一样？首先，蘸白糖，你咋想的？榨汁儿是吗？哎，你这个主意不错。气死我了！这怎么买呢？从外面又，你们会挑柚子吗？从外面怎么看它好不好？我去水果店，发现那儿摆了一个，打开一半的，看起来特别好，然后从旁边拿了一个，结果就是这样的，干不拉擦的，超短销妹妹。警告啊！那个名字不好听。挑又小又重的，沉的水分多，哇，你们好专业啊！
你的嘴咋漏了？我是自动滤过那些过于干的。写斯文的快乐水，康康海之吧，康到了，谢谢陶陶是最客，强行挽尊，吃完下锅，那我可能吃不完。祖安柚子是啥呀？啥叫祖安？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？吃柚子怎么可能噎着啊？啊，陶小慧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谢谢66个小心心。不会起名的中西酱，谢谢你的大金链子。谢谢文艺言语。樱桃酿甜酒，谢谢。祖安就是喷子，为什么呀？谢谢霁月的钻戒。是我太 out 了吗？啊，是个游戏大区啊！完了，什么都不懂。撸啊撸的一个区是吗？哦，那感觉跟你们聊一聊，我还能知道很多自己的信息盲点。那来你们给我上课。是我拿一个，too young, too simple。你这什么名儿？V 一。哎，我发现除了刚才那一半儿，其他的好像还可以。但是确实不太甜，今天的柚子。我不玩耶，我不玩那个撸啊撸。谢谢王二姐的钻戒。也没有很酸吧，就是没有很好吃，不太甜。觉得我在嗑瓜子儿。将就着吃，反正嘴不能闲着。
兔兔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谢谢肖短清长。涛涛助我上分成功。今天的榜一是直染，这也是一个老朋友喽。第二是涛涛是最可。完了，好像有点撑，吃水果把自己吃撑了。你饿了？谢谢，我叫 MT 的快乐水。谢谢，情比地长。谢谢桃桃梅梅。为什么有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找我 PK 啊？徐州张老师，不认识，不认识都不敢接。不会起名的中西酱，困了，困了就去睡觉吧。桃爸最帅了，吉他，会啥？舞什么？没看清。其他的等等，我练一练，不太敢。五笔，我不会五笔，没有学过。谢谢玉米玉米玉米。你们吃夜宵的，哎呀，这个让我很惭愧啊。哎，如果困了，就真的去赶紧睡觉吧，我要消化一会儿，一步步看着我头发变长，是吗？这一周我可能确实能，是那种能看出来变化的长长。魔方，哎呀，我没有魔方了，哇，谢谢男一的保时捷。我也不想，怎么说话呢？吃播很无聊吗？自习室很无聊吗？这不是这个吉他还没练好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魔方，哎，我哪天可以找一找那种有没有一个人玩的什么桌游呀，这种小玩具，搞一些。啊，乐高呀，乐高哇，乐高简直了，乐高上次拼了3个表时，我真的是拼吐血了。谢谢余墨。
正经吃播，这不是正经吃播吗？突然有点困，突然有点困，你都突然困，有点困了几天了啊？大和果子糕，今天过生日，你们这么多人今天过生日吗？1000片的拼图，可以可以，都可以考虑。飞行棋。一个人怎么玩飞行棋啊？低俗吃播，自己跟自己下棋，自己跟自己能下什么棋啊？自己跟自己下棋很难吧？直播睡觉是吗？酷女孩，哎，我刚刚看到谁3月8号过生日？你们小姐姐也是3月8号生日，摇骰子，青豆行，在线玩寻机头，怎么在线玩寻机头？国际象棋，不是，你这都不是一个人玩的呀。有一个人玩的什么好玩的游戏吗？有意思的。狼人杀，你更搞笑。五连环，打麻将，怎么打麻将？分饰两角，太搞笑了。谢谢周启堂的钻戒，4399。可是抖音上面我怎么不知道这个？本来想开那个游戏直播，但是我现在好像没有权限。海龟汤，一个人怎么玩海龟汤？晨光游戏是啥呀？不知道。你叫什么？奇思君一天一笑，天都塌了。很形象，很形象。谢谢青豆星。涛短小不短，什么破名字？就是类似于文字冒险类游戏。啥叫文字？浦发银行，你这个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单人剧本杀。哎，单人剧本杀，我好像确实有听说过耶。单人剧本杀真的会有意思吗？会很奇怪吧？换装小游戏。捡甜甜的花藤，谢谢。单人就是侦探是吗？哦，那我觉得也可以。纸染，谢谢你的浪漫花藤。摇骰子有什么好玩的？
扫雷不行，在电脑上玩的没法在这播呀。我是谜，纪念碑，植物大战僵尸，是微微野，是刚才的那个是微微野。哦，你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你要建议我玩的游戏是吗？太搞笑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哇！我真的，哎，我发现我可以跟你们聊天，我可以长知识，哎，知道了很多没听说过的游戏。隐形守护者不是那谁玩那个吗？百变大侦探，恋与制作人，哎，对，恋与制作人，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？我有一个同学是。就是那个公司的，算是高管吧。没事儿，捏捏小肚子。宝贝，今儿个带脑子了吗？天天都能看到你。三国杀、英雄杀，一个人的游戏。不能是网游，不能是手游，最好是桌游。华容道可以。不搞笑，不然什么？你这名字长到我都没有办法，太搞笑了。敢不敢换个短点的名字啊？那个谁叫，是微微也。摩尔庄园，讲鬼故事，讲鬼故事还不把你们都吓跑？人类一败涂地，土地。啊，我画你们猜是吗？这也太考验了。拼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谢谢青豆隐形的锦鲤，谢谢豆沙包来一口。手机版密室逃脱，我没法拿手机打游戏。鬼故事哇，你们真的好重口啊！我害怕把自己讲的睡不着啊。谢谢文艺仙女的钻戒，是微微也，仙女棒。谢谢火柴头帮忙的矿泉水。一起看电影。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其实不太敢讲什么鬼故事，我胆子也没那么大。拼纯白色的拼图，谁能给我讲讲什么意思吗？今天是
文涛扫盲专题。十字绣什么鬼啊？谢谢 Jesse 咖啡的热气球。斗地主，重力四色旗。看我能记住几个吧。还练书法呢，这吓着你们。黄金矿工，妈耶！谢谢削短，削短敌长还是什么？That JK，谢谢。我不会化妆。董小青，谢谢纳吉君。谢谢彤彤，王二姐，谢谢追光者，谢谢清风，森林冰火人，这怎么感觉20年前的游戏了？月城铁柱，第五人格，他我爸是爸爸。谢谢涛爸最帅啦！开盲盒，盲盒是啥呀？我也不懂。什么考虑直播读诗吗？跳一跳，跳一跳，给你们玩也看不着，讲冷笑话。哇，谢谢男一的铜锅涮肉。谢谢滔滔是最可的快乐水。戳羊毛毡，戳羊毛毡是什么？被圆周率，我疯了！我被那么无聊了，谢谢小风儿。直播看《名侦探柯南》，谢谢不会起名的东西酱。
跟佳佳姐视频。戳羊毛毡是什么梗？是一个游戏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对，我感觉我跟你们已经有代沟了，太可怕了。直播吃鸡，我也想直播吃鸡，但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直播，可能在抖音上不太好实现。谢谢爱的守护，不是谢谢那个简甜甜的爱的守护。做手工是吧？哦，那个羊毛毡是手工，哦，就是那个羊毛毡啊，我以为是个什么游戏呢。好吧，我要考上北大，加油啊！我知道羊毛毡是一种手工制品，他说什么戳羊毛毡，我以为是一个什么游戏的名字呢。你再看不到我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你要坚持啥呀？就困了的赶紧睡嘛。那我们，好，我们10点下播今天。笑什么笑？我没急。人类什么谈判？人质谈判？什么东西？跳皮筋？魔方？小郡主，谢谢。哦，人类一败涂地，这是个啥游戏啊？好像听说过。翻花绳，跑跑卡丁车。我不会跳舞，你看我像是会跳舞的吗？对，我老了，确实老。考虑一下什么杀。数独啊，数独，我觉得你们更会睡着啊。玩五子棋一个人怎么玩？你这种下棋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，除非我有多重人格，我可以自己跟自己下，还是那种可以随时转变人格的，不然你怎么想？谢谢沉默，谢谢海浪滔滔，谢谢火星吃兔子，谢谢酷女孩，哦，炉石传说，谢谢简甜甜的爱的发财，谢谢清华荷塘边的少女送出的快乐水，谢谢小得意满满的快乐水，谢谢 build 思快乐水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在写我的名字。谢谢简甜甜。谢谢教郡主的锦鲤，谢谢北河二与北河三，谢谢懒人的贼，画画，画画也直播画画，这怎么直播呀？滔滔是最可玩，I wonder，木林生，谢谢。谢谢送榴莲给刘源，绕口令儿。
买不到够长裤子还是什么，记不住。真红是我哥，戴俊、周泽，谢谢。你去做题了，快去做呀！五三也可以吗？想听北欧交换生故事，谢谢芷染的钻戒。好吧，我哪天抽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交换的时候。其实也没什么，那时候交换基本上，谢谢穆尼生的晚安，谢谢教郡主的礼物。交换的时候基本上，生活就是对上课没有什么印象。谢谢秋葵脆脆鲨，谢谢秋葵脆脆鲨的可乐，对上课没什么印象。在学校基本上。就是做饭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在外面旅游。不过交换确实因为没有什么学业的压力，就是首先课不多嘛，谢谢咸宝宝的快乐水。然后也没有那么在意就是 GPA 啊，成绩那些的，就感觉特别轻松，然后每天不用去想什么。就想着去哪玩，然后就是做攻略，最爽的就是去欧洲交换。你看又，拿的是欧洲签证，互相就是申根签证嘛，就是学生签，像应该是像法国啊这种，就是博物馆啊各种博物馆都是对欧洲学生免费的。然后我们是在欧洲，因为交换生也是属于是欧洲学生这种资格，所以就是好多地方景点都可以免费。然后欧洲，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属于是淡季，所以就是可以买联航的机票，也特别便宜。基本上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时间合适的话，就有几十块钱啊，一两百块钱这样的机票。特别爽，谢谢梦里贪欢客那将。我是大三去的，当时我是去的瑞典，然后其实基本上交换，谢谢小风儿的快乐水。交换就考英语就好了，除非你是去到一些英语特别不好的国家，谢谢十五七的快乐水，不然就是用英语交流就够了。但你要去像南欧呀这种，什么意大利、西班牙这种国家，他们英语不太好。谢谢涛爸是爸爸，谢谢是微微也。他们英语不太好，所以除了上课你要听英语以外，你可能跟别人交流会比较有困难。就包括我们去南欧去旅游也是，感觉交流起来障碍挺大的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希腊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买的那种便宜航班嘛，然后。凌晨到的那个雅典，坐了机场大巴，然后就而且到那种地方，那时候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我不知道现在欧洲怎么样，反正欧洲感觉这个互联网就是远远比不上咱们国家。下了飞机又没有网，然后也完全看不懂希腊语，就他们那种单词儿。放在一起，你根本都不认识，然后找我们住的酒店又根本找不着。
就结果下车的时候下错了，然后路上就凌晨三四点吧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就在那找找找找找，也找不着酒店。完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希腊人，就跟他说半天这个酒店在哪里，然后发现他们根本都听不懂英语，就是雅典街头上会说英语的人很少。就真的就差点就要露宿街头，但是像北欧，越往北英语越好，就德国就已经不错了，荷兰也还不错，再往北，北欧几国的人，他们因为生活比较枯燥，就是电视节目都只有几个频道。基本上就是从小就是看看电视，也都是听英语。他们说的英语真的，我觉得比英美国家说的英语还标准，就也不是标准吧，就肯定不是那种英音或者美音，就是那种很标准的英语。因为他说的会比就是那些 native speaker 说的稍微慢一些，就是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更容易去听懂。所以在北欧，就是会英语的话，交流肯定是没有障碍的。谢谢好困的朽木艾丽，谢谢余墨的快乐水。我没考过 ACCA，我考过 CPA，但我没考过，不是没考过，就是。太多了，考着考着不想考。就北欧特别好，而且中国人没那么多，我觉得就很像一个国外。你要去了那些。经典的西欧国家的大城市，发现旅游景点就经常会碰到亚洲人，你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出国。谢谢。好困的熊麦脸，都好困了还不去睡觉？你们困了吗？困了我们就明天见。欧洲留学推荐哪？我觉得怎么说呢？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交换是这样的，就是那种学霸呢，肯定是想去一些。世界名校啊，就是常春藤这种。当然，你如果成绩足够好，能升到像我们商学院，比如能升到什么沃顿呀、什么那个南加州啊这些好一些的学校，那肯定要去美国了。而且去美国其实也可以旅游，但是我们去欧洲交换的其实。怎么说？学校都差不多，可能它会有一些世界排名分前后的，但是其实都差不多。所以去欧洲，我觉得看你喜欢哪个国家吧。然后你要考虑它的位置，然后你的生活成本，再一个安全性啊这些的。然后你只要出去玩的话，其实，在欧洲哪个国家你出去玩都很方便，只要是申根国。但是去英国的话不太一样，英国不是申根国家，而且现在已经脱欧了。去过丹麦吗？去过呀，我是在瑞典交换，但我的那地方就在丹麦的。北边一点点，就是瑞典的最南边。我那地方叫隆德嘛，我如果去，就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坐火车要三四个小时，
但是我要去丹麦的哥本哈根，我只需要半个小时。所以就是去过很多次丹麦，而且只要从瑞典去南边的欧洲国家，不坐飞机都要经过丹麦。好的，有人提醒我10点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。佛罗伦萨我没去，下回我们接着讲吧。极光呀，哎，极光这个事儿说来就搞笑了。嗯，下回找个时间再讲吧。今天，对，今天本来说好就播一小会儿的。你们早点休息哦，谢谢大家礼物，谢谢今天的榜一是简甜甜，第二是芝染，第三桃桃是最可，晚安喽。你们想听那个交换的事情，我之后可以接着给你们讲。拜拜，早点休息。拜拜。怎么关来着？